三点，振作起来，那些日本人一个都没能跑掉，全都被我们消灭了。大哥，三哥你怎么又成这样了？找你这么长时间了，左小就打我，左小就欺负我。你那小子恨不得我死是不是？啊？嫂子，没事吧？你们这些年怎么不来找我？三哥，我一直在找你们，但是找不到。三傻哥为了你，把名字都给改了。第六，别哭了，咱们不是又在一起了吗？应该高兴才对。永远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你们三个堂堂七尺男儿，当我一个女孩的面又哭又笑的，合适吗？哎，忘了一件事。啥？藏宝图。哎，大哥，我不认识字儿，宝藏在哪呢？在这儿。这小伙子不错，可以发展。十五月圆三更走，今儿晚月亮可真圆啊。嫂儿，你这还疼吗？你小子心里还有兄弟啊？啥意思呀？啥意思？秦大哥，嫂子不错呀。就你话。嫂子。成了护保队，啥？护保队？我大哥是护保法人的后代，肯定参加呀。我大哥要参加，我也参加。三哥，你参加吗？你啊，我可没事。你们是共产党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
我大哥是谁？他啥不知道呀？你小子就知道拍你大哥马屁。大哥，他们对我挺好，以后跟他们混吧。你个小弟弟，什么叫混呢？好，期待你们的加入。十七剑宝，四无有，多瞅瞅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大哥，那有个东西。这可不是一口普通的井。多瞅瞅，井上有个小泥俑。